看一下咱们家的这款家用商用两用的磨刀机打磨机啊。咱们首先看一下它的外观，好吗？然后这款咱们选用的是895每分钟转速高达9000转的双出轴的电机啊，使用的是这种正反转，正转和反转啊，无极调速，速度呢可快可慢，可根据咱们需求来把速度调到一定的速度都可以啊。机体为3毫米不锈钢白钢作为它的机体，机面都是经过拉丝的，咱们看一下啊，非常的光滑和这个明亮，就算是一只苍蝇飞在上面落到它也会劈个叉，给咱们看一下哈。底板是铝合金的，铝合金的底板，沙袋呢为3公分宽，周长为 53.3 的啊，53.3公分的啊，周长。这款可安放抛光轮，咱们磨完刀之后呀，把这个刀放在这个抛光轮上进行一下抛光。尾部呢也可安放这种砂轮来进行一下稍微的这个修饰一下啊，打磨一下。这款啊，有的老铁说这个不知道怎么更换沙袋啊，我给你们说一下。这款更换沙袋非常方便啊，看一下啊，咱们只需要把这个食指放在上面，大拇指放在后面，向后拉扯啊，看一下啊，向后拉扯，沙袋更换啊，换上新的呢也非常方便，和刚才的就是一模一样，更换。好了，这样就把这个新的沙袋啊更换上了，好吧？咱们这款呢，咱们赠送的有10条沙袋，定脚器、扳手，还有一个电源。现在这款咱们家是最高配、最耐用、最好用的这款，咱们现在正在秒杀，正在有秒杀活动啊，可以点击左下角的黄色购物车直接进行秒杀就可以啊。